女神，女神之翼哈，哎，其实我们这些还没玩完哦，这些还有很多时间要玩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我们现在才练第一个职业而已嘛，所以可以练更多的职业。嗯，上次坐骑讲到哪边啊？这边你们可以选有 money 的那个。哦，还是不足，不足没关系啊，之后有赏金再接。也许我现在等级太低，也没赏金可以接。就怎么没有人聊天？这个。我那个做完了，啊，这只是剑齿虎王，这只哦一样哦，练虎王到达 max， 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从这边开始练哦，我慢慢把它练上去，啊，我先从这边给你们看回来了哈，这边之后都可以得到嘛。哦，所以官方各位观众可以看别人的外观，你就知道他已经升到哪边了。当然，活动那个比较不一样一点。准备可以再强化一下哈。梦里回到诉说，相信是你。